号小 S 结婚后育有三个宝贝女儿，其中今年15岁的二女儿 Lily 最近透过社群平台晒出一段戴着学士帽跳舞的影片，开心向大家透露自己今年已经毕业了。她的妈妈小 S 看到女儿的贴文后，留言写下：“恭喜我的二宝贝。”她一定喜欢你，喜欢你，她一定喜欢你，抓到了。从莉莉分享的影片中可以看见，她露出甜美笑容，开心跳着姑姑吕思维的歌曲《她一定喜欢你》。有趣的是，她跳舞转圈的时候，帽子却不小心掉下来了，逗趣模样直接逗乐大批粉丝，真的是太可爱啦！Bye.